陷阱，谁的小兔子先到萝卜顶上，谁就赢了。但是注意路上的小陷阱哦。啊，那我先来。好。哇，我开局就三步，一二三。你运气这么好的吗？两步，一二。你跟屁虫，我就跟着你。你就在我后头吧。下一站。你笑啥？有啥好笑的？刚开始而已啊，先了。刚开始，你看一二三，让你笑我，我有啥可笑的？三二一，九，哎，哇，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哎呀，我还好不是三步，我来个两步，好转一转，完了，我的兔子，哎，哈哈哈哈，自己把自己卖了。现在你，哎，我又三步，一二三，哎，到我了，哎，一二三，你看我这翻三步的概率，你怎么老是三步？我运气好呗，完了，你超我这么远呢！哎呀，我在这里隔墙观望一下你喽。两步，一二，完了，你下次肯定抽三步，信不信？我觉得你肯定是三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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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步也行嘛。两步，我不管啥，你就不需要从那掉下去。两步，两步，一步，两步，一步，不行，你咋不掉下去呢？我就。但是有可能你一会儿就掉下去了。别胡说，我不胡说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